梗，这都拿完了，东西都拿完，然后这边就回去，这边就回到我一开始来的第一间房间，然后这里是被 stuck plenty of this structure doesn't look too stuck fast plenty of 不知道这个到时候要怎么处理。structure doesn't look too safe 开枪没有用，对啊，所以说完先回去到。我先传回大屋去找被锁住的门好了，对不对？现在看起来开始，他给你传送之后，你就必须传送来来去去，累了。在哪？木头门的旁边，在这里的右手边。Yep， 没，失忆了，这里，找到了。然后传回去。晚安 ，OPOPOP 616。尼可拉斯凯奇，国家宝，国家宝藏是一个，用我朋友的说法是，国家宝藏是一部很烂的电影。在听完他说了之后，我重新再认真的用他的视角看了一次国家宝藏，果然是一部很烂的电影。国家宝藏的解谜程度并没有很，高。就是你也是看原来是这样，大概是国家宝藏的心得是这样，因为你没有办法获得很多的那个，你没有获得任何，你不容易获得资讯让你可以解谜，所以你做了很多事情就是原来可以这样啊之类的。我又回来了，那我现在要去哪里？我怎么忽然要失去人生的方向了？钥匙，看一下他们对钥匙的说法啊。Nicely worked, silver key. 看烂透了。This is exquisite.、Look at the work around the glass. I'd say it was French if it wasn't for the peculiar design. 我要传回去塔楼吗？塔楼那边有什么？想一下，我在想塔楼那边有什么。偷看一下攻略，先来看一下未来是要去哪里。第六章，我看一下总共有几章。我现在第六章的剧情嘛，对不对？还有一二三四五。这个游戏有，这是多少？十五二七八五六七，这个游戏有二十张。二十张，我连一半都还没有过到。好吧，先看一下，我在六章，就是 Johnny of Evil， 对吧？对 ，Let's attack have been used for destroy the creature. Go back the door, let go right, so that you will see a gap in the lid closing. You will see a switch on the wall, the gap on the then.Enter and loot your loud. You will see a staff who carry on in the stone will rise there on the wall. Huh? In the barren, inside everything you just taken, you will find a key inside the journey. If you lack, you get your last attack. What? 等一下。Sit there and there's a switch. Find the stairs into the observer. Loot around, take everything on the table. Go back to the barren.干，真的是在这一间呢，而且Baron 是这一间吧？是那个吧？我刚怎么忽然闪了一下？不是，这里。然后那个箱子可以打开了，是吧？是吗？Baron 不是这一间吗？这里有很多 bad 啊。
然后你会拿到最后一个蛇的雕像，烂蛇级，鬼才知道。Old chest, old chest. 看一下，偷看攻略还看不懂，妈的悲哀。Baron, go back to the Baron. OK， 好，哪个是 Baron？Baron 不是这一间吗？我来搜寻一下，他把 Baron 定义成哪一间啊？好 ，Keep that goes for the first door. The rune is super armor. Look around. There's a poison on the top of the bookcase. Enter the next door. It's a Baron. Under the bed is an important step. 哦，那个啦，哦，干，放帐的那一间，放就是放有床的那一间叫 Baron。好，我要再回去了。呀，然然然然。呀呀呀！哎，突然，哎，把花束还我，太好了。我是怎么来这里的？好，我要传回去地下室，所以我要先去蛇的那个房间。蛇的那个房间在楼梯的二楼，对不对？所以我要走回楼梯的二楼，对吧？所以我要走回不是这里，我有点。对不对？我要走上楼梯的这里，然后走这里。好，先传回去。哪一个是通哪一个啊？这个是通，这边才是通那个吧？可是那个房间有拉克、啊，那个房间有锁，可是我根本就踏差了，没有看到锁。啊、哦，天哪！又是到这个亮亮的地方了。先走回楼梯向上，是这里，这里，这里，不要掉下去。What？ 哦，这是这里这一间。走进这个是在隔壁，哎，这个是好到了，这是所谓的 bad room， 就是有 bad 的地方。然后某一个是可以开的，这个要是你。什么最好找的人？这个锁。终于，我们收集的所有蛇形雕像了。蛇形雕不是蛇形雕像，我们可以回去了。太好啦，应该是可以吧？所以我们要先回到，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全部的东西放上去。理论上，我已经用很少的线索了，我已经偷看三次秘籍。我已经没有求救机会了，是不是？直接跳下来，然后往右边走，楼梯下来这里，下一个 ，OK， 我们又可以回去咯，我们终于获得所有的蛇形雕像啦！啊、跳上去了，大大，没有膝盖的家伙。六一二七，晚安，这个辛苦你了，要睡觉就睡觉了，这个。玩个游戏不需要这么辛苦啊！这画面怎么像十年前？哦，你太低估了，傻傻的，这是一个 DOS 版的游戏。以我的年纪算起来的话，我接触 DOS 的时候，大概是20年前吧。20年前做得到这种游戏的等级，我觉得非常足够了，真的。耶耶，来吧！啊，我们把这个蛇形雕像全部放上去，就可以解开这个谜题的一部分了。这游戏就还完没有完成一半，天啊！进下一章，看完影片之后我们就睡觉，点名睡觉了，因为这已经打了大概打了8个小时了。好，先放这个。Statuettes are glowing. Something is happening in the sarcophagus. It's open. Is that a ladder down there? Oh, you're
个楼梯啊，那我们先存档。Save again， 这是 Mac。OK， 好，忽觉一片光明，塞外夫船收祭杯，初闻涕泪满衣裳。垂死病中惊坐起，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成语乱接，不是成语。哇！我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更犹如最好谁家底谁最好谁最好谁家底下有这种东西啦，这样就会死嘛。哎，存个档来跳跳看哦，信仰之药一下，因为我想知道哎。我到底去了哪里呀、啊？哦，好吧，好 Logan， 没事。我家根本就不见啊，我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啊。请问炉石现在是什么比赛哦 ？And 什么 House Cup 吧？阿玛兹跟 Firebird 都有打，不过我在虚空就没有看了，就快要玩完了。What's that smell? Sulfur.Something's been burning. 好大时钟哦，大时钟柜。这可以干嘛？那我现在要干嘛？这里有两个，看起来有两个按钮，不是有两只龙，然后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房间，然后这里没有任何开关。楼上有一个楼梯，楼梯走上来应该是有个开关。可以把手放进去，可以把手放进去。Oh God! Oh God! Oh, get! 这个脑包吗？你真射不中。这是比较强的，它是比较强的那一种。哇！我子弹全部打完了，我现在只能依靠这个华山，只能依靠剑法了。这个的目标是怎么样啊？我要转成什么角度？这房间有提示吗？来看一下好了。先看一下这个钟或者是上面有什么提示。如果我再把手放上去，是不是又会神灵之出来啊 ？Oh God！对，干，所以他就一直叫这个出来，所以代表我的答案是错的。看我的松风剑法，是吗？迎客松涛，华山派门口那棵树叫迎客松啊，那个剑法就是剑法了。所以这时钟要怎么处理？先看一下它的时间标是几点好了。12点在这里吧，12，这是12吧？对 ，V， 不是，这是6。所以它的时间是上去，打上去，好。时间是这是5嘛，这是6嘛，然后这是长，这是短针，这是长针，所以时间是下午的，过3点了嘛，看一下3，哪个钟长这个样子？啊，我可以动这个吗？不行，没有互动，没有互动。Jesus。Try getting this on your mantelpiece. There seems to be something odd about this clock. 对啊，因为不会像这个样子啊，就是假设是3:30，你不会刚好指着3啊，那为什么刚好是一个90度呢？对不对？先找到这个正面墙有没有任何可以超重的东西，就是可以转或者是干嘛的。因为我现在只有找到第一个，是我只有找到这一只手，那这只手按下去，它就是给我一只怪物，所以不会是这个答案。然后附近也没有任何超重的东西，唯一现在跟时钟有关联的，我讲一下跟时钟有关联的东西好了。为什么这一面是不一样的？它地上是破土吗？没错，我想说怎么会有一堆惊叹号。
一下哈，这一面、这一面、这一面，好几面都不一样哎、欸，可是没有别的开关。那另外一个跟时钟有关的是在楼上，就是这一条路回去的话，家里那个时候就是你墓园那边还有一个钟，不然这里其实也只有一条路过来啊，我没有别的路可以选啊，那我先回去看看。他现在写的时间是三点半，对不对？那我有办法把那个我们他家里其实有一个钟调成三点半，那是手下前面有一个两个亮亮的，这样。好，我先看一下你的。没有，因为如果有任何可以操纵的，我的滑鼠的那个可以亮起来。Jesus, try getting this on your. There seems to be something odd about this clock. 对啊，为什么会数字不对？难道这可以这可以动吗？还是哪一个可以动？对啊，这不能动啊！滑鼠一上来它，你可以看到它滑鼠那个两个点，右键左边小的圈是可以互动，右边大的圈是可以讲话，可是讲话就是废话居多就是了。所以不是，我觉得我先回去看家里那个时钟有没有因此有一点改变，或者是这里地上、台上、天上有没有什么？我在天上飞，还是放手时钟也会？放手时钟也会转，所以我要打三十只怪物看它转嘛。我先回去看时钟，因为我想知道时钟是不是一个答案，因为那个时钟其实家里那个时钟一直都可以点，然后它不会有反应。中枪了，哦，这是所以没有另外一条路，有没有？这里这个钟啊，这个钟，对不对 ？Hands not working, but it's still ticking. Doesn't make any damn sense. 它在六的时候会自动打开，可是 why？ 它只有六会打开。是因为干嘛？吃饭、睡觉、下课了。然后这个好像没有帮助，就是对解谜。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它的上面没有用。那我们再回去，这个亚空间看看。放手时钟到底会不会转呢？我去放一次手就知道了。可以召怪那个按钮，那再按看啊。它的半是不会动的，所以它只会动。那一个，所以我会不会要把它改到三点呢？我会不会要把上面那个钟改到三点，然后把这里也改成三点？不对啊，这样有点……好，先看一下这里现在是三点半，那我现在把手放上去看看。Oh God， 这样，那又要打一只怪。Oh God， 没有改变，我遇到了更多怪物。那平台地板有两个亮亮的，啊！干，我还是扣了一次血。平台地板有两个亮亮的，这个是灯哦，这是灯的底座哦，这不是哦。家里的钟没有办法调分针，只能调时针，不能调分针，这是有点蠢的设计，是。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是可以碰啊，这是可以碰啊。等一下，我刚只有看，我没有上来摸，对不对？好，不能摸，所以就不给摸，对。然后墙上这些又只能只有看而已，没有互动。又开始蹭墙了，只要没有想法的蹭墙。还是说这个手需要？楼梯上、地上、上面，会。楼梯上，我先到楼梯上看一下。楼梯上，上去按钮呢？楼梯这里吗？哦，找到答案啦！那我调成几点？六点。
所以我应该要把它调成几点钟呢？我现在死了四只怪，是四点吗？不对啊，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是我要调成几？我调成六点钟按下去，然后它的怪物又跑出来了。Bingo, yeah. The door to thee is open wide. Who holds the key? Shield your heart from purge. 干！我最后一个在哪里？这里 OK 好，那就可以直接回去跳了。家里那个应该是没有影响吧？就可以直接，这是我自杀的那个时候，这样我就可以不要拉怪。可是我直接被火球干掉了。What's that smell? Sulfur. Something's been burning. Oh, 这倒是蛮……Bingo. The hands are set. The door to thee is open wide. Who holds the key? Shield your heart from purging fire. Regard the knight whose mien is higher. Oh, oh, shield your heart. 就是，嘿嘿。Jesus, try getting this on your. There seems to be something odd about this clock. 嘿嘿，应该可以吧？应该挡得住吧？试试看。哎哎，我干你妈！什么都看不到，烤熟了。哎，还好我带好盾牌，这盾牌超早就捡到了。够了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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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存档，赶快存档。看我们到底能不能打完这一章。这游戏好长哦，虽然蛮好玩的，真的，就是你每一个环节都在想事情，就是这样。哎。我用了中了启动 Windows 诅咒，启动 Windows 就是因为我的这一个还没有去认，还没有去电话认证，所以他每次就会跳一个那个，那我就我的画面就会完全变蓝色的。没有啊，盾牌游戏一开始就给了，一开始就给了，就是你一开始就会在墙上挖到盾牌，还有就像我挖到那三个面具，我也不知道可以干嘛。对，然后你就哦没有，然后他那个台词也有讲，就是你的还有你。欸，是谁胆敢亵渎这片古老？不是，是谁胆？他刚刚说的还是谁胆敢怎样怎样怎样？看我惩戒之火，对你有没有办法抵御你心灵的力量？然后他是用 shield 的，不是用 block 或其他，不是用格挡，他是用盾牌，就是抵御的那个字 shield 的，就是盾牌的那个字。那就知道哦，那就要拿盾牌。Smells even stronger in here. Yeah, that's sulfur, all right.Someone's definitely been burning something around here. 附近应该是有人被烧烂了。哦哟，这傻小，瞬间变魔物猎人，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我武器只剩下桃花木剑了，太棒了。戳戳。啊，左边呢？左边有一只，这好可爱。趁你病要你赶快摊刀耶、yeah! 赶快 loot 有没有赶快刷这里有一把、这是什么圣杯诶、我拿了一个杯子啊这是可以喝吗喝了会死吗不能用他可以喝吧对不对他说他有这边有一个扣搭就是有一个这是装满的快点把旧武器换回来啊，另外一边是什么？另外一边看一下，该不会是银杯吧？金杯，美而美。哎、欸，谁的大学里面？在场各位有没有谁这个学校餐厅是有金杯的、啊？假设你今天有便秘的问题的话，金杯的奶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我们之前办领队的时候，这个因为每天都要跑活动或者干嘛，上厕所时间，有些人会有一些困扰的时候，我们就推荐他，哎、欸，你去买个金杯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迎刃而解。开玩笑，无法想象。对，
啊，那个杯子嘞？不是啊，我想要装杯子不行吗？只有一口吗？然后我还把它喷掉了，什么烂设计？啊，另外一个还在吗？没有嘞。啊，这样还可以喷吗？不行，哇！我把一杯弄掉了。啊，这样可以点。Fountain. 哦，它可以那个。Where's that glow coming from? Water's magical. OK， 装水喽。把水都装满，对不对？水都先装满。我现在两杯水了，然后我可以把它收起来，然后把枪拿，把还是把桃花木剑拿着。那这可以干嘛呢？哦，哇塞，这干嘛？我要打炎魔，龙火之心。Save again， 加一个就叫张臂吧。OK to replace。耶稣基督像哦 ，Burn！ 啪！你来了，我知道你会来。你是之前曾经跟我说的话，我就是他。看不懂。我们离你越来越近了吗？我可以在你当，如果你们还在这里，你可以讲话。你在这里吗？我并不在的，因为什么什么，所以我不能接近我的怎样怎样。如果你可以拯救我的话，我可以怎样怎样怎样。Who are you? Who are you? What is your name?我不能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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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你可以叫我浩克。谁对抗我们？ Who are the ones who stand against us? Are they your generals? 他们是囚禁你的人吗 ？Can we free you? 我们可以解放你吗？那里有一个钥匙 ，tears 眼泪之钥，哎，一个锁。你不要同时，你必须要同时找到才可以把我释放。Where can we find this? 我们要猜哪里可以找到钥匙呢 ？Tower. Hello. Hello, Hawk. Hawk. 没有啦，是鹰眼啊，不是浩克。他走了。然后等一下，你们为什么要深情相望？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而且这个女的根本就是一个水鬼，这个男的也是一个水鬼。然后怪物来了嘛？听起来就是怪物差不多要来的时候的感觉啊！我是从这边来的，所以这三条路是我还没有去过的地方。那我们先看一下左边。Stuck fast. Stuck fast. Odd design for a door. The central head's an aperture. Puzzling. 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Budge. Odd design for a door.The central heads 会不会我要倒水进去啊？就因为他们口渴这样 ，I'm thirsty, thirsty 之类的。这是 safe 吧？我没有点错吧？我没有点到漏的，就是点到一个漏的，他妈崩溃！人生日历就他妈崩溃！哎、欸，这有一个这是什么？是塔罗牌。上厕所。There's some sort of lock mechanism built into this. Yes. Have you ever seen a lock like that? 你有看过这种？以前有看过这种锁？没有。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挂了就重捞啊，不用害怕了。这还没有离局，离开很远。先往前看一下吧。好，这边是一个天国的阶梯，我们到了天国的阶梯。啊，这啥桥？这是要去哪？好酷！上面根本就懒得画。所以我们倒个水看看吧。我觉得倒水或许是一个梗。他虽然叫我们回到塔楼，然后怎样怎样怎样了，可是我觉得这应该是有点梗的，对不对？来倒个水吧。真英勇事件，你现在，干，你最好是拿这种武器。That is one of my most treasured possessions. I'll look after it for you. 我会帮你照顾他的。We need it for something special. 我们还需要什么特别的吗？ Dedicated weapon and a key. 对不对？有一个武器跟一个a key to where? A key to where? You mean a lock or something?你说一个锁 ，understood. And I do not speak of. The dagger is a device that will enable you to travel to a realm other than your own. Without it, you may not enter. 那把匕首可以让你，这是跳刀吧 ？You mean the tower? Not the tower. Not a tower. 不是塔。Though you must walk there to reach the realm known as Rakia. Rakia. Fair, but the precious priest is here, guarded well.Rakia is an eternal, original spirit. Spirit, 灵魂。You said perils. I did. 我说了。Rakia is a neutral. It's a neutral, 中立层中立区域，但是并不是。哎，什么？我没有看到。那这把剑又有什么梗呢？ Only once may is power. 啊，谢谢你的追随，我没看到你。对，跳刀啊，想到哪就跳刀。I mean, this whole place is out to harm us. Out to harm us. I cannot name him. 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连说出他的，对，他的耳朵非常非常的，而且 ，by character，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He is not a master. 他不是什么什么的 ，still be feared.我们怎么样会知道他呢？你将会知道他，他越来越近了。The first time we met, talked about this, the shrive. The shrive. My life was lost defending it. 我因为他保护他而牺牲了生命。I sense that you had taken it, guarded with your life. 请用生命保护他。Can you tell us anything more?你可以告诉我更多吗？ The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the shrive and my life were taken forbid it. I must go now. The power of the blade is fading. 什么什么武器的力量已经逐渐消散。还有格数诶，天哪！那我们先把它收起来。这个还是先拿菜皮巴刀就好了。对，还是拿桃花木。为什么门关了？我们还是拿桃花木剑就好了。那泼一下，泼一下另外一边的水吧。干，烂透了。该不会只能选一边吧？该不会跟菊石兽跟，菊石兽跟那个什么，那个长得很像那个史前原活化石的那个，拿两个只能选一个。哦，啊，人皮手套。Hello. Hi. Huh? Yes. Unfortunately, unlike Alf, I am not remotely interested in gaining your trust. My sole concern is that you cease this tiresome charade. Right now. Ah, 要 PK 了 Lieutenant. Lieutenant. That's you, isn't it?So you can recite what you've been told. Very clever. 非常聪明啊！你是医生。Charming lady friend, my dear, why don't you use your undoubted influence and persuade this young man to close his mouth? Who are you? What do you want? I am a daughter. Belial. 好吧，不是。
Belaya. As to what I want, well, that can wait a little longer. While we have some fun. 我们可以待会再说，现在我们有些乐子。第二个选择是 attack， 先不要做这个，从第一个是吧？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圣物？我不知道，你骗我！我刚看到了，把它拿来。好，那我们再点第二个答案，亚当给他吧。结束了。你在找这个吗 ？Bang！Yeah. Can't wait to see his tan.我从那里吐槽好的什么意思？有一边是空的吗？还是你只会从一边拿到武器？还是我走到同一边了？没有，有一个那个，我看有怪物哎。No， 干你不要考我，我根本打不赢你。欸，我有神兵了，对不对？我们拿神兵来试试看，不知道这玩意要充，该不会只能充能六次吧？哦，干，没有算高度差。啊，这应该会回复吧？不要跟我说，哦，回好慢。来吧 ，PK， 你了。为什么后面还有一个人？我现在要干嘛？后面黑色的那个什么？哇靠！这么酷！哇！干你这个白痴！你不会把手举高啊？不然把头抬高。我现在试试看，把头抬高有没有帮助？哦，有一点啊！我们现在来互射事件。耶！耶、yeah. 欸，他倒了，对不对？耶、yeah. ，OK， 我死了，我痛了。我可以抵消哎、欸，没有他的角度不好，就是他没有办法，他不是滑鼠点哪里就是哪里，但是他有一点点那个。看我打到蜡烛，我在打哪里？来吧，我们就这样射，看谁会先倒下。哦，干，我要先倒下了。那我要怎么过这个啊？一个 juke， 好，我要换一个了。我觉得这玩意儿没有搞头了。我要用神杖，神杖应该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装备好多，那我不知道哪一个可以用。这样打到了，哦，好像有这有伤害，对不对？看我声音低。难秒，哦，天哪！这宫女判定好难懂，是太远了吗？他妈的，这我神力技能，
我在考虑要喝水还是 loading 呢？哦 ，fine， 还是把水喝起来好了，反正就存档然后喝水，直接喝一罐大补，然后存档 ，save again 就是装逼 ，OK， 好，可以继续往前走了。这一把是打恶魔有用，额外有效，所以地上只有没有听到声音。装个水好了，说不定有搞头啊。两杯都装起来，说不定哪天会有用，对不对？我们人不要放弃。水是武器，真的太酷了。然后，Shirty 的梗应该也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讲，我在特别指的是什么。Shirty 是以前，如果你国中有看的话，是那个泰瑞莎修女的，是泰瑞莎修女吗？对，泰瑞莎修女的那个纪录片。哦，妈，你谁啊？我应该要哪个东西呢？这个嘛，这个也比较好一点点。哦，零距离一发秒杀，六格气全满，一发就死，就跟雷格尔一样。玩 Kevin 88686 8，好，到这里。哇，干，我不要理他了，我不要浪费时间了。哇，两只哎，没有爬上来，没中啊，赶快倒计。你不要打我，他们两个会自己把自己射死。哦，这游戏的跳在好远的位置，这游戏跳在 A， 然后我的手在上下左右，左右就给我按 A。哇，这个一本道迷宫不是死定啦，我还是左右闪躲。哇，血。我闪开了，我闪开后面那个，还打到前面那个，太厉害了！那个是 S 型跑法，一个闪电跑法。没有，我们闪过了，太好了，赶快回去。耶，然后把门关起来，可以把门关起来吗？哦，可以，先关起来再说。待会再想要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他说我要去哪？塔楼。对，我们回去塔楼了。我们已经到下一章了，对不对？现在是我刚忘了看标题。现在是要两点啦，现在是 Beyond the Gate， 不是 The Margo Beast， 现在是8章第八章了，那就差不多了，我们有进度了，那就睡觉吧，应该是可以接受吧，就点名说晚安吧，存个档 ，save again， 最后就到张笔 ，OK， 好 ，OK， 好，不错，对，还是蛮好玩的，他之前有。限时免费，我不知道他现在要多少钱。不过我怎么想，应该不会超过50块吧？或说是50块台币。我不相信一个斗士重置版游戏可以卖多少。嗨嗨嗨嗨嗨，整体而言还是蛮好玩的，就是这个游戏虽然不是一个非常你可以说画面精美或者是怎么样的游戏，但是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到非常的，没有到不好玩，只有那个啦，一直掉下去那一段是不好玩，那一段就是你要是没有闪过或者什么，然后你武器又烂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很快乐的过关。但是你看到目前为止的解谜或者是什么，那个锁也有点讨人厌的，要不是我有看那个我。根本就想不到我要解那个锁，其他好像还可以，对，就是游戏的表现或者什么是我觉得蛮不错的，对，即使它有点这个画面粗糙了或者是怎样，但是这个过场的那个是用 CG， 然后过场的画面是用 CG， 但是而且游戏的操纵。或许以前大家都用上下左右吧，就是滑鼠上下左右，好像可以不用滑鼠，你用上下左右跟那个都可以，因为斗士的版本的
DOS 版本的情况下，甚至电脑不一定会有滑鼠，所以也是有可能，就是我记得应该可以用全用键盘操作这个游戏。对，所以整体而言，这个操作它毕竟不是用滑鼠跟上下左右的，不是用滑鼠跟上下左右的操作方式，而是用纯键盘的操作方式，应该也玩得起来。那解谜的程度，或者是你要想办法知道对手的弱点是什么，仿佛应该也还是过得去。$1.49应该是不用，原价$9.99应该是不会有人买了，这里应该找不到有人买这个，花$9.99买这个游戏。这游戏现在要300块，有点距离长度很长哦，然后关卡或者什么也还好，嘿，尤其是还有一些这个稍微解谜或者是对话，或者是要想说，你到底要开某些还是不要开某些地方呢？就是某些对话你应该选什么会比较好，这还是蛮有趣的。好啦，先讲 ending 的台词。我是楚爹，我们是一个，今天礼拜六是休闲时间，就是玩一些小游戏的台。那基本礼拜二跟礼拜三晚上是以炉石战记为主的，是以炉石战记为就是开台的游戏是以炉石战记为主，那通常除非竞技场打完了，然后大概剩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才会去开别的游戏，可能是暴雪英霸或者什么来垫档。嗯哼，对。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实况的话，不要忘记要这个 follow 这个频道。那如果你想要获得第一手开台资讯的话，请至粉丝专页。那其他有趣的影片、有趣的过关影片或什么，请在 YouTube 频道上面都有。谢谢各位。那我们就要点名跟大家说晚安啦。好，今天看起来人比较少，只要开，其实刚开一般游戏的时候人是比较少的，因为大家都想要看炉石，可是这天天打炉石也是会累的，虽然也没有到天天打，只是包含看比赛的时间，一天碰可能不止，应该不会超过8个小时啊，4个小时到6个小时可能有吧。好，可以，最后这个点名要跟大家说完了。那个我的 MOD， 然后 Moonbot A13456382 A38713787A80846611 AA1919ND89076 啊，顺便讲一下，那个 LNG 已经开台快一个小时了，可以去看了。ND89076 ASH Killers BINLIS Blocked BROCK 200495CCGSSMIOCHIOU66820 Christmas Jack 002 CoStar 0326 CTJH8603 D59005 Daniel 41005 Event 21012 ESTELG 7 Flash LIFSESH ENGA2623 8785 GEIBI 31哇 Luca。对，我们今天要休息了，差不多了，玩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你到哪里了 ？GHJK0325 GOADE GTU 零GTU 哦，不是 GTU GTU 001 Head 245 Happy 0807 J8220 Jason 5515 Jazz is me Kyo Loser 12 KIORI Kioli Kioli 是什么意思啊？卡奥里是香的意思啊，怎么还知道 Kioli 是什么意思啊？ Kioli 15Q78091515 Little Hero LPUP UP Mercury Band Mooly 778859 趴趴熊然后 PISCES880 QWESASD 81318 Radiance G RECCAWLF Rolling Star Ruka 73120 Senai Shadow 5513 SK88988 SUEGODT Sula 底线 F 哇这名字好难念啊 SDPILMANHUNG 什么什么晃是吗？Tayson 8728 TD 9527 TKE 5889 Tommy Chen 1029 VALCARON Winnie 7641 YOBLNRO YUSEI YY69000 LD 5566 D3388 ZSCFTSD1236 太好了，今天点名比较快，人比较少，这样子就轻松多了。
那今天我们把再度把这个游戏再推了150%吧，不是不是，反正就再度推了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我真的觉得，我算起来算过了几章啊？我看一下，我上次结束的时候在第，我看一下第二章结尾，因为我们今天刚开始进 Keeper of Life 嘛，of Time 就是时间看守者。就是对，然后我们今天过了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到第八章开始，真是太，加油，不要放弃。我们下一个礼拜、接下来的六日或者什么，应该还是会玩游戏，然后尽量把它打完。然后现在预定实况的游戏刚刚有开起来，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的 OBS 在哪里 ？OBS 我先把游戏画面关掉。为什么游戏画面关掉了？然后没有东西关掉。OK， 这是我们 Steam 上面预计还会在实况的其他游戏，包含我刚刚挡住了。这个。包含你可以看到有 Hack and Slash 应该是不会开，有 I'm Bread 我是面包，有 Paper Please 我也买了，那会不会早一天把它玩完再讨论一下？然后 Rogue Legacy 类似恶魔城的一个成长类游戏，然后英雄之心之伟大战役，这酷。还有什么？看一下 Child of Light 我有买，可是我不喜欢的样子，对，我不喜欢回合制。我不喜欢现在还在打回合制的游戏，对，当然不是不好啦，就不喜欢而已。那会不会全破我再看看？反正那个时候很便宜，我就按了。对，然后冷论是早就破过的解谜游戏，所以就算了。那基本上就这个样子，我们还有很多六日的时候可以开的，甚至再来会不会再加开其他小游戏的时间，就是一半一半这样。还在研究什么时候有空，或什么时候大家开起来这个最方便。好，我们今天时光就到这边。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请加粉丝专页，别忘记粉丝专页这边。谢谢各位，我们要睡觉啦，各位晚安。